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早晨好。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有这样殊胜的缘分啊，在此地聚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想跟大家谈谈念佛求生净土最重要的条件。同学们都知道净土啊，三资粮啊，资粮是比喻啊，有三种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必须具备这三个条件。第一个是心，第二个是愿，第三个是行。行就是念佛啊，实际上就是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真信真愿就是发菩提心啊，一向专念那就是念佛，佛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么多年来我们深入无量寿经啊，对无量寿经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啊，越来越透彻啊，真正认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真正是慈悲到极处啊！希望我们每一个同修在一生当中啊，都能够成佛啊！怎样才能成佛呢？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啊！我们到极乐世界不是为别的，是为做佛去的啊！信，真信难，真正发愿也不容易啊。我们看到这边供养的海贤老和尚，他去年往生的，112岁，他给我们表法啊，老和尚20岁出家，出家的时候他的师父传戒老法师，他的师父啊看中了他，肯定的他是个法器，就是说这个人呢好好修啊，一定能成就啊。条件是什么呢？这是他的本性啊，佛经上讲的善根福德啊，我们一般人讲的老实听话真干啊，他就这么一个人，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一生没有读过一部经，没念过一部经，
也没有听过一次讲你啊，他的师父就传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啊，所以他一天到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生活工作待人接物都没有把佛号丢掉啊，也就是说口里面没有念出声音来，心里面没有断过，没有中断过。92年了，不是92天的，92年。啊，那我们要问问了，老和尚念佛功夫到什么样的程度？啊，我们可以从光碟上啊细心去观察，你会看出来。啊，光碟要多看。啊，我劝大家一天至少要看3遍。啊，还有人一天看10遍的。啊，已经看了几百遍了，好难得。啊，把这个光碟当作无量寿经来读，看一遍就是读一遍。啊，用真诚心去看，用清净心去看，用恭敬心去看。啊，你会看出老和尚念佛法门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功夫成片，啊，烦恼没断，但是虽有烦恼啊，它不起现行，是它不起作用，啊，烦恼没不起作用，这一句佛号有力量，因为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间断，烦恼啊出不来。他把烦恼控制住了，把烦恼压下去了，这就叫成片。念佛念到这样的功夫，一般人大概是3年。啊，3年到5年呢，要是专心去念，什么都放下。啊，不要被外面境界干扰。不要被外面境界影响。啊，善缘没有贪念，恶缘没有嗔恚，这就好啊。啊，心就定了，就定在这一句佛号上。楞严经上，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念佛，想佛，口里不念呢，心里面想佛，好啊。啊，心跟想啊。不中断了，不是口念就是心想，不是心想就是口念。除心里面，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这样子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真正相信阿弥陀佛48愿戒引我们，
啊，一丝毫怀疑都不能有。海贤老和尚92年给我们做证明，啊，证明什么？第一个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啊，他跟阿弥陀佛见面，常常见面，想见面，阿弥陀佛就现前了。啊，刚才说过了，他念到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就会跟他见面了。这叫什么感？众生有感，佛就有印。啊，阿弥陀佛就印了，啊，他就能见到啊。那我们今天念佛念了很久了，念多少年了，没见到过阿弥陀佛。啊，半信半疑，什么原因呢？我们功夫不够，没有达到感应这个程度，啊，就功夫不够。啊，继续努力，啊，真正让自己功夫达到成片，啊，你就会感应阿弥陀佛，或者是梦中，或者是定中。啊，你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会告诉你，啊，你的寿命还有多久？会告诉你，啊，会跟你说，等到你寿命终了的时候，阿弥陀佛会来接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你就有信心了，阿弥陀佛。等于说预先把这个事这些现象啊告诉你，啊，也等于收集一样啊告诉你。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古往今来有不少人啊，第一次见到阿弥陀佛就向阿弥陀佛要求，这个世界太苦了，我现在就想去，我还有寿命，我不要了。啊，阿弥陀佛很慈悲，就可以带你去。啊，他就会给你约定时间。啊，告诉你哪一天他来接引你。啊，你就会很开心。啊，真的不是假的。啊，老和尚常常见阿弥陀佛。他念佛92年了，啊，给我们证明了这个太重要太重要了，让我们对极乐世界对阿弥陀佛没有丝毫怀疑。啊，那么他功夫成片在什么时候？我们估计在20岁，他20岁开始念，应该在25岁前后，啊，23岁到25岁，他就功夫成片了。诸位要晓得，啊，这个人的本性老实、听话、正干。学习的态度真诚亲近恭敬，他统统去做啊！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3年得功夫成片啊，也就是说24、25岁的时候他就得到了，阿弥陀佛这个时候就这个功夫就是感，阿弥陀佛现身来跟他说法，这就是因，感应道交。
啊，他确实有要求阿弥陀佛，希望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佛没带他去，告诉他，你修得不错，啊，很老实，很踏实，啊，很实在，修得不错，留在世间做个好样子，给佛教徒看看，给念佛同学看看，所以他是有使命的，啊，佛叫他留在世间表法，表法就是做好样子给我们看。啊，他不是不能走啊，他能走啊。啊，他是接受阿弥陀佛的嘱咐，住在我们世间。啊，住到什么时候走，完全是阿弥陀佛给他安排。啊，他自己的功夫不断向上提升。啊，那我们知道，从功夫成片提升到四意心不乱，一般人大概是5年到10年就能做到，啊，我们就算10年吧，那应该是在他30岁左右，他就功夫成片，啊，这个功夫提升了，啊，四意心不乱，四意心不乱，往生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大幅度提升了。啊，那么他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依旧在这边表法，做榜样给大家看。那么再提升一级，我们算10年吧，40岁。啊，40岁左右时候，他就真的理业心不乱。啊，理业心不乱，就是禅宗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往生极乐世界，生10宝庄严土，化身菩萨。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化身菩萨这个境界，理业心。想见阿弥陀佛，佛就现前。啊，所以他见佛次数太多了，常常跟阿弥陀佛见面的，啊，也透一些消息给我们，啊，透一些信息。这个证明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再要有怀疑。看到老和尚的碟片，还要有怀疑，那个烦恼习气就太重了，啊，这一生往生就很困难，啊，我们都是非常非常幸运，善根福德因缘3个条件都具足，啊，最难得的我们遇到3桩事情。第一桩，遇到下莲居老居士为我们汇集5量寿经，啊，这个经是真经啊！将来佛法在这个世间消失，这还有9000年以后，啊，今天都没有了，5量寿经还留在手机世界，他最后灭。啊，那么最后灭的这个本质，我们肯定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下莲居的汇集本，这个不容易见到啊，我们前面一辈的老和尚都没有见到。
啊，谭虚法师没见到，甚至于谭虚法师的弟子很多跟我都很熟悉啊，但是一大半呢都过世了，都往生了。啊，早年间我到香港来，都会跟他们见面，啊，都会给他们碰头。啊，现在剩下不多了，啊，好像只有不到十个人，啊，以前很多，在国外也很多，啊，在美国，在加拿大，啊，我们都常常在一起见面。都没见过这个本子啊。至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这个注得太好了，一经注解啊，他用了83部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啊，总共用了193种典籍来注解这部经啊，每一段注解的文字都有根据，都有出处啊，稀有难逢啊。这是谭虚老法师弟子，我这一辈分的人啊，很多很多都没有见到过啊。那么第三个难逢的就是海贤老和尚的表法啊。去年老和尚遇到信徒们送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捧在他手上，照片你看，大家看到这个书的名字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胜》。这本书这是阿弥陀佛嘱咐他老人家啊，最后表这个法，这个法表出之后，阿弥陀佛就接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因缘无比的殊胜。啊，他自己清清楚楚，没有告诉任何人，有同修要求老和尚，你哪一天往生告诉我们，我们来替你助念。老和尚说，助念那是不相信，那是没有把握，我不要人助念，我自己就去了。你们想想看，这个缘多殊胜啊！这些缘稀有难逢，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遇到了。那我们能不能在这一生往生，就决定在这一句话，经上24品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转念。下面是阿弥陀佛啊，我们有没有发真心？是不是真想到极乐世界去啊？我告诉同学，我真想去啊！我也巴不得早一天去，我留在这个世界
也是阿弥陀佛要我来表法的。啊，海鲜老和尚的表法圆满了，我还没有圆满。啊，一定要真心，要不真心你就吃亏了。无量界稀有难逢啊，我们遇到了，你说多么欢喜，多么幸运啊！就是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是自信的德号，念这一句佛号，把十方三世所有诸佛如来的名号通通都念到了。阿弥陀佛是总名号啊，全都念到了，一个都不漏啊。一切诸佛在十方世界度化众生所说的经典，也是这一句名号也都包括了。念这一句经，一句名号，等于念所有一切经典，一步也没漏。我们不必找麻烦了，一切放下，就持这一句佛号，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这个法门确实很难相信，但是最容易成就。啊，难信易行之法，哪一个人真相信了，他有智慧，他有福报。他要没有智慧，他没有福报，他不相信。啊，不相信就不能成就，相信了，一生决定成就。啊，我跟大家表的法，我学教。啊，我26岁开始学佛学教，7年出家。啊，就是学佛第7年出家，出家就讲经就教学。讲到今年63年，那63年讲过的大经啊，1977年我在香港讲楞严经啊，法华经、华严经，这是大经啊。我在85岁。前几天，前3年，我统统放下了。《金刚经》上告诉我：“法上一时，何况非法。”啊，放下之后，我专讲《无量寿经》，专念阿弥陀佛，我来表这个法，啊，让大家相信。我们一句一部经，一句阿弥陀佛，保证我们平平安安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希望大家记住，我们在此地一会啊，再过个若干年，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大会不都碰到了吗？啊，所以印光大师跟我们说，凡夫没有真心，没有真愿，他就不能跟阿弥陀佛起感应。啊，跟阿弥陀佛感应，真相信，有极乐世界，
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真正相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为我而发的，要这样讲啊，为我而发的，专门来度我的，那不是度别人的，是来度我的。我们有这种坚定的信心，跟阿弥陀佛就起感应道交啊。如果不能感佛，那就是你还有怀疑，你对这个世界还有贪念啊，还不想放下，这就没有感，佛也不来应，那么你修的一切殊胜的行为啊，或者是你天天念佛诵经，应祖师不能往生。那为什么？你有怀疑，你有贪念啊，对这个世界的贪念彻底放下，对于西方世界要有真心恳切的心，我想去，我希望我快一点能够去啊！希望佛天天盼望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啊！知道心跟愿比什么都重要。偶一大师说：“得生与否，全由幸运之有；品位高下，全由持名的深浅。”啊，注意啊，祖师的话，持名的深浅不是多少啊，多少没有关系啊。什么叫深？这深心啊，就是有一颗恳切的心，希望佛来接我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啊，这个心要深啊，感应呢就很快。这些话偶业大师说的，印光大师跟我们介绍偶业大师这个话，纵然是千佛出世，这个千佛是讲我们娑婆世界啊，我们这个世界称之为贤劫，在这一个大劫当中有一千尊佛出现在世界，释迦是第四尊啊，释迦佛过去了，将来的那一尊是弥勒菩萨来称佛，是第五尊啊，最后的第一千尊呢就是韦陀菩萨称佛啊，他发心护法，护这一千佛这个大法，他最后成佛啊，千佛出世，都是说的这个法门，都是用这个法门戒引一切苦难业障深重的众生到极乐世界去修行正果啊，你能够真正相信，没有丝毫怀疑，应祖师你往这一往生西方啊，你今生有份啊，有你份，可见信与我最重要啊，每一尊佛出世必定弘扬幸运之名，这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就是净土法门。每一尊佛出世，
必定要讲无量寿经。啊，他不会漏掉的。啊，而且无量寿经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汇集本是最圆满的本子。这个本子出来之后，我在台湾第一次看到。啊，吕航法师从山东到台湾带了几本送给李老师。啊，我在李老师那边看到的。啊，是佛多次宣讲。啊，诸位要知道，世尊当年在世讲经没有重复讲两遍的。唯独无量寿经多次宣讲，所以他的版本很多。啊，多次宣讲对人不一样。啊，地点不一样，时间不一样。啊，所以讲的意思相同啊，言语不一定是一样的。所以无量寿经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啊，这就有汇集的必要。啊，汇集最成功，汇集最好的，啊，就算下莲居老居士这个版本。啊，我们今天拿到这部经典，在手上捧着，那就是设法诸佛如来教化众生必定要讲的这一部经。啊，其他的经不一定，这一部经是一定要讲的，普度九法界一切众生。九法界上面是菩萨声闻缘觉，下面是六道众生。普度啊，没有一个不得度的。你看，只要相信，只要发愿求生净土，只要肯念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往生。这么容易啊，这么简单，这么快速，所以很多人不敢相信啊，成佛不容易，哪有这么简单这么容易。那些不容易的法门是要多生多劫，一生不能成就啊。这个法门一生成就，人人可以成就，男女老少，咸愚不孝，乃至于造作无逆食物堕无间地狱的这种罪业的人，他要遇到这个法门，真相信，不怀疑，恳求往生，阿弥陀佛还是会接他去的。慈悲到极处啊！啊，我们千万要珍重，决定不能小看这部经典啊！要放下外缘啊！这是一部真正让我们自己有机会在这一生当中成佛的一个法门，一部经典。啊，世间人，世间事，无量无边呐。啊，有些人爱惜身体，啊，特别是年岁大了，啊，五六十岁以上啊，身体健康不如壮年啊，疾病会慢慢多起来。那个病是怎么治好的？大乘经上佛常常告诉我们，
一切法从心想生，境随心转，相由心生。这些话非常重要啊！你真正明白了、懂得了，怎样保重身体、健康长寿、不生病，懂不懂啊？佛说的，用念头，这是心想生吗？我们心天天想的是阿弥陀佛，念的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遍法界虚空界第一德了，积功累德了，第一德了。没有任何念头比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好，没有任何语言音声超过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找不到，没有啊！我要积大功累大德，怎么天天念阿弥陀佛，分秒必增，这是积累功德了。这是健康长寿啊！老和尚给我们表法，112岁，这么大的年岁，不需要人照顾他，他自己不但照顾自己，还照顾别人。112岁啊！你在光碟上可以看到啊，他不生病啊，头脑清楚啊，身体灵活啊。还爬树啊！庙门口有个大树，四子树。信徒来了，他爬到树上去，折四次下来分给大家。112岁，表演给我们看。他用什么养生的？念阿弥陀佛，念这句佛号，就永远健康长寿，什么病都不会生。我们看到这个表演这个样子，要会看看懂啊，那真相信他了，那他什么病都没有。我们一身的病，只要一心念佛，万缘放下，脑子里一句一句阿弥陀佛念下去，我想不会到一年，你是一身病全没有了，再找不到了。我们能这样做，就是弘法利生，就是宣扬佛法。为什么？人家看到你病气，天天到晚就看病。现在你念阿弥陀佛，念了一年，身心健康，这念佛好啊！大家为了身体健康，都来念佛了。不但身心健康，你看生死自在，老和尚往生的这一天。他是拿到这本书照了相，第三天就走了，他的任务就圆满了，阿弥陀佛就带他走了，走的这一天，他还干一天活，到菜园里面去整地，去浇水，去拔草，从早到晚做了一天，那一天晚上就走了。你看多潇洒啊，没有生病啊。不需要人助念的。晚上一个人敲着银磬念阿弥陀佛。他念阿弥陀佛从来不敲银磬的，不敲木鱼的。这一天晚上，最后这天晚上自己敲银磬念阿弥陀佛。真的就走了。这种潇洒自在，你再去看光碟里面说的他的母亲，这在家居士86岁走的，也是预知时知，他不告诉人，他
他就是要回老家，啊，晚年没人照顾，老法师把他请到寺庙里面来共修，啊，也顺便照顾他。86岁这一年，一定要回老家。啊，老和尚没法子，就跟着他一起回老家。回老家之后，他就交代老和尚把女儿叫回来，还有侄女、家里亲人叫回来。啊，回来之后一家团圆，他老人家亲自到厨房包饺子。啊，吃完饭之后，他坐在椅子上，双腿一盘，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的就走了。在家念佛，你看看这么自在，不生病啊，身体健康啊，在没有走之前。厨房里还工作了大半天呢，啊，吃完之后告诉大家我走了，就是真走了。你看多潇洒，多自在。啊，海贤还有个师弟海庆老和尚，82岁走的，都是这么自在，啊，说走就走了。真痛快啊！啊，这都是给我们做榜样啊！啊，你看到几个人走，他不生病；几个人走，没有人照顾，不需要人照顾。啊，有很多人想照顾他，给他做点，他不要，免得麻烦。啊，做出这个样子来给我们看。啊，我们有经书，有很好的注解，又有很好的榜样，能不信吗？啊，这个要不信呢，那就大错特错了啊！不可以不相信啊！啊，我们真正有福报啊！我们。这一生当中没有见道场啊，见道场呢很麻烦，我觉得琐碎事情太多，会障碍修行，会让自己生烦恼，所以不要道场啊。我记得香港回归之后，我那一天从美国回到香港来看回归，啊，来看回归，啊，那遇到我们些老同学，啊，过去我是每年呢到香港来讲经讲一个月，当中有好几年没来，啊，见了面之后，同学告诉我。法师，你7年没有来，我哪有这么久啊？就是真的是7年，啊，他要我回来讲经，我说没人请我，啊，他们就组织起来了，啊，每一个请我每一个月，那时候我住在新加坡了，每一个月到香港来讲一个星期，讲了不少年，啊，然后。同修门在尖沙咀这个小地方，啊，这个买了3层楼，啊，就是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啊，我们9楼做晚星先做纪念堂，啊，那么在11楼，啊，就继续不断的讲解，啊，非常难得。啊，很不容易。啊，现在我们在
想到啊，这个传统文化啊，主席很重视，大力在提倡啊，我们在海外也看到了这个影响，这是好事情啊，特别是群书之要这部书，我跟大家介绍过几次啊，现在在海外流通量很大啊，但是这是古文，现在迫切需要的就是白话注解啊，所以我们想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我们在一起学习，把它翻成白话文，那么再从白话文翻成外国人，对全世界流通啊，这是一桩好事情啊，帮助大家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帮助大家理解啊，最好能够落实中国传统文化啊，像汤恩比博士所说的，不但国家有救，全世界都有救啊，这是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四库全书，这部书是四库全书的精华，四库全书分量太大，没法子读，读这一部书就等于读了全部的四库全书，所以这部书非常有价值啊，我们在海外除了讲经之外，念佛之外，我们对这桩事情比较留意啊，希望能够促成啊，希望年轻人能够发现啊，认真来学习。啊，这个是帮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促进全世界的安定和谐啊，我们要和谐，和谐我们的文化能够继续发展啊，我们的道义能够成就，事出世间法都必须建立在和谐社会的基础上，社会动乱，这就事情做不成功啊！所以在海外，我们做团结宗教的工作啊！我在前一个月回到澳洲，住了将近两个月，看到澳洲宗教团结，看到非常欢喜啊，是我想象不到的。我们在澳洲13年啊，有这么可喜的成就啊。那么对于全书之要的学习啊，现在澳洲也在启动啊，新加坡建立一个韩学院，印尼啊，印尼回教大学要开一个韩学系啊，要建一个四库图书馆啊，这都是很难很好的信息啊，让我们听到了受到鼓舞啊，国内主席大力的在推，在弘扬，在提倡啊，看到我们中国的前途啊，那像汤恩比所说的，他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20世纪是欧洲人的世纪，21世纪
是中国人的事情。这个话没有人敢相信啊！可是我听到的时候，我相信啊，我觉得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特别看到习主席啊，他的作风，他的言论啊，我们看到真正有了信心。他在这个巴黎教科文组织发表的演说，那边我认识的人很多啊，就有很多国家的大使啊告诉我，他们现在有一点信心了啊，开始有信心了，好事情。我们要努力，要真正相信祖宗的文化，我们的老祖宗不得了，真有智慧，有理念，有方法啊，让我们这个族群5000年的历史屹立在东亚啊。我们确实啊，是要把传统文化复兴起来。中国的文化是和平的，是包容的啊，这在世界文化里头是推在第一位啊，没有不赞叹的。我们要认真好好学习，在主席领导之下啊，中国将来会带领全世界。你们问我，我有信心。好，今天时间到了，我就说到此，谢谢大家啊，祝福大家信愿持名，一句佛号念到底，像海鲜老好人一样健康长寿啊，幸福快乐啊，我们来生通通是极乐世界的人民。